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那个改成八点了，还没习惯。没关系，没习惯。我们上节老师，你开一下麦。郭老师，你开一下麦。我刚刚变一下声，我大家都可以打开了。好的，我们上节课是不是有个这个疑问词的练习？这个上节课应该只有这一个练习吧？上节课是不是有这个练习？有，嗯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题啊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疑问词。就是包开头的疑问词，然后分别是什么意思啊？第一个是动哪，动哪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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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然后他要注意的，他后面是名词。一定要加名词，是吧？动哪后面一定加名词。然后第二个动是如何？怎么样？如何？怎样？嗯，好，下一个，どれ？哪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どれ？这个要稍微记一下，它是三个或者是三个以上，三个或三个以上做选择的时候。比如说我问你，哪一个是你的包？一定是有三个或者是三个以上的时候用这个どれ。那一个的时候就问这个是不是你的包，就是一般疑问句了。那两个的话的时候可以先记一下，两个的话的是用的是どちら。这个是两个之中做选择。这个是两个中做选择，然后どれ的话是三个或者是三个以上做选择。然后这个どちら的话会在后面12课的语法当中讲到。然后再往下一个どうして、どうして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后还有一个下一个どれ、どこ、どこ、哪里？然后最后一个どなた、哪位？哪一位？哪位或者是谁啊都可以。好，这个是疑问词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选择。第一个啊，那个啊，诺诺塔的诺诺塔的回答，旺桑的小王啊，诺卡塔那个人是吧？那位是谁？那个人是谁？然后回答是小王。好，下一个啊，旺桑哇，ヒトですか？どんな人ですか？どんな人ですか？回答元気な人です。元気な人です。元気是啊，写作元气，健康，健康的人，或者是很精神的人。精神。好，下一个。どうして？どうして？いますか？どうして？どうして是为什么？あの店、店是店，那个店。然后这里店的用法是。どうして？为什么在那个店？场所。买。场所。这里店的用法是动作发生的场所，是吧？动作发生的场所。買いますか是买。问你为什么在那家店买？ですから。下面回答是安いです。安いです。便宜的。便宜。
的啊，便宜的。然后 kara 是表示、啊、因为，因为、嗯，对，表示原因啊，因为便宜。问句问为什么，回答是因为，这两个是嗯、前后呼应的一个关系。好，再往下一个，これはどこの？阿姨，どこの？どこ是哪里？ネクタイ是领带啊，这个是哪里的领带？然后回答是意大利的，嗯，意大利的，嗯、啊，这里的 no 是带去那个省略 necktie，嗯，代替已知名词的用法，嗯，好，下一个。啊、ミラさんの傘はどうですか？No。什么样的？どんな？嗯，どんな？不是どう、不是どんな、是ど、是どうですか？どうですか？どうですか？嗯，どうですか？是怎么样是吧？怎么样？那你看他的回答是什么？あおい。他说哦，多起来是哪一个？应该是。嗯，是吧？我在想是哪一个，不应该用 do， 用那个 aoi kasades， 就说是那个蓝颜色的，那就是 do 嘞，蓝颜色的 do 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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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啊，米勒的伞是哪一个？哪一个啊？嗯，然后回答 ano aoi kasades 是那个蓝色的，啊，把这看成说他那伞怎么样？他的伞比较贵的那一个了。嗯，贵的是塔卡伊是吧？塔卡伊，对，啊，我也，嗯，混了。好，啊，再往下一个，飲み物が好きですか？嗯，どんな飲み物が好きですか？嗯，どんな是什么样的，是吧？这个是飲み物。样的饮料，饮料。啊mono 是饮料，这是一个名词啊，嗯、名词啊。你喜欢什么样的饮料？回答 ：Kōcha ga suki desu。红茶。Kōcha啊，红茶。Kōcha、嗯、红茶。好，下一个。会社は。どこですか？嗯。在哪里？不是，还是どうですか？不是どう、嗯、哦。嗯どれ？不是どれ？不是你公司是哪一个？Tokyo 是，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公司？后面是 Tokyo， 不是 Donna 要接名词。嗯 ，Donna 肯定要接名词。要接名词，那就是说 どうですか？ どうですか？ どうですか？是怎么样是吧？你的公司怎么样了？回答是 Tokyo Computer です。是东京电脑，嗯，也不对呀、啊。Doko， 嗯 ，Doko，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地点，是吧？指的是，嗯，他问的是那个吗？回答是东京，电脑是东京电脑这家公司，那他肯定是问你的公司是什么公司，对吧？但是你是哪个，或者是说你是哪个公司的？哪个公司的？那我们之前讲过，问你是哪个国家的，或者是哪个公司的，是不是都用？比如说，之前讲那个你是哪个国家？おくにはどちらですか？是吧？嗯，你是哪个国家？どちら是どこ的礼貌形式吗？嗯、就是说国家是哪的这句话呢，就是问你是哪个国家的。相同公司的时候是会社はどちらですか、嗯嗯、啊，也是问你是哪个公司的，就是公司在哪里。这句话直译是公司在哪里，但是一般就是这句话来问你是哪个公司的。所以呢啊、这句话的话，如果没有到起来的话，填到起来是最好的，因为表示一个礼貌嘛。没有到起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填 doko 嘛。doko 是到起来是 doko 的一个礼貌形式。嗯。
或者是说啊，也有可能问你学校はどちらですか？啊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虽然说它的直译是学校在哪里，啊，但是对它的一个常用的用法就是你是哪个学校的，啊，经常会问国家、公司或者是学校这三个要记一下。老师，那我如果你现在他答的这个名字是指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呢，还是指的是这个公司的应该答的是地点？你就看，那对于这个混淆了啊。对于这个问句，对于这个问句，首先啊，都可以换成 doko 啊。那对于这个问句的话，你的公司是什么？你可以回答具体的国家、具体的地名，或者是具体的这个公司名都可以，三种回答都可以。啊，你是哪个公司的，或者是说你公司在哪儿，这句话都可以这样反应。那你对他说，首先日本です可以，我是日本公司的，或者说我的公司在日本啊，或者说你具体回答一下Tokyo です，我公司在东京，这样回答也可以。那最后呢，我是 ABC 这个公司的 ABC です也可以，你三种回答都行。你可以回答国家，可以回答地点，最后也可以回答具体的名字，都行。嗯，那他如果他想的是问的是其中的一个具体的，但是这一个包括这三个你回答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想问，比方我要问你们公司在什么地方呢，但是我也是这样问，你回答的是我公司叫什么名字，这不是就有点文不对题吗？那他就可以继续再问下去了。嗯，他就可以继续再问下去，再继续问 doko desu ka。 哦，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第八个，嗯，お仕事はどうですか？どうですか？如何？どうですか？是怎么样啊？工作怎么样呀？啊，嗯，おもしろいです。啊，很有趣。嗯嗯哼。好，最后一个。どうして？啊。为什么不喜欢？どうして？不吃肉，不吃肉啊！食べません是不吃，为什么你不吃肉？啊，回答是あまり好きじゃありません。ありません。太喜欢。嗯，因为我不太喜欢。哎，可以说好きがありません，可以这样说好きじゃ。好きがありません可以吗？好き哪个？好き好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我可以说好きがありません可以吗？好きが不是好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好きではありません可以这样。好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嗯，只有这两种说法啊。第一个是好きじゃありません，第二个是好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啊，最后一个先看一下这个疑问词什么意思啊。第一个一个啦，多少多钱？嗯，多少？嗯，钱是吧，多少钱？第二个一次，什么时候？时间什么时候？嗯，什么时候要注意它后面后面一定不加，一定不加你啊。什么时候一次后面一定不加你。好，下一个哦，一库次一岁，多大年龄是吧？几岁啊？多大岁数啊？几岁？好，下面第一个，晚上吧，おいくつですか？
啊，我一裤子的斯卡啊，小王多少岁啊？嗯，回答是啊，49歳。好，下一个 Tokyo へ行きますか？いつ？いつ？什么时候？いつ？什么时候去？什么时候去？来週行きます。啊，来週行きます。来週。来週行きましたか？应该是。哦，下周，下周，对，下周对。啊，来週是下周啊，所以用行きます。嗯。好，下一个，すみません。いくら？いくらですか？いくらですか？啊，多少钱？这一瓶红酒多少钱？然后回答是。1800円です。嗯，1800日元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国へ帰りますか？いつ？嗯，一次啊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回国呢？回国。回国。然后是。六月に帰ります。没有促音哈。没有。六月に帰ります。那这里的你的用法是？具体的年月份。嗯，具体时间，嗯，具体时间后面加你。What that means? Look at what means. 月份。这是六月。Look at 六月啊，或者写阿拉伯数字，写阿拉伯数字的比较多，六月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第三题的第二个，这个汪桑哇，如果我用那个都不行吗？就是说王先生怎么样？就是他很精神。哪个？都给。嗯，都后面不能加名词呀。啊 ，OK， 哦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嗯。好，那这个大家没问题了吗？对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那个问那个几岁多大的时候，那个 O 是总是带着的哈，没有单独用 X 的是吧？是永远是 O X 的话是，如果不加 O 的话 ，X 的意思是几个？嗯嗯，几个啊？你吃了几个苹果？几个？哦，就是 O X 就是几岁了是吧？对，加上 O 加的就是几个？对对。所以说他可能差一点，他的意思就差很大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十一课的单词吧。十一课的单词。好，那我们上节课讲到第四个了，再看一下第一个 imas， 它的原型的话啊，补充一下，原型是一路，零调音一路。imas， 然后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有，另一个是在啊，有孩子是 kodomo ga imas， 在日本 nihon ni imas。好，下一个的话是卡卡利马斯，卡卡利马斯表示花费，啊，花费的时间或者是金钱。原型是卡卡鲁，它是一个自动词。然后自动词前面用嘎，如果是花费时间的话，就是吉康嘎卡卡利马斯；花费金钱是オカネガ卡卡利马斯。那你也可以说具体的，具体的，比如说我花了500日元，就是500円が卡卡里马斯。啊，再具体的花的是一个小时，
啊，就是伊卡达卡里马斯，嗯，啊，这些都可以。那么看一下下一个啊，下一个雅思咪玛斯啊，这个没写假名，雅思咪玛斯，这个之前学过了，它是休息的意思。首先，它是一个自动词，雅思路，啊，雅思姆，啊，雅思姆，它是一个二调音，雅思姆。啊，首先它是一个自动词，它的第一个意思是休息。之前讲就是学过的休息。然后呢，它的名词形式是雅思咪是吧？雅思咪是它的一个名词形式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今天学的这个是请假的意思，请假。这个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说，这里打不开了，我再另起一页啊，雅思咪玛斯原型是雅思姆，它是一个，它第一个是请假，第一个是休息。那我们看第二个是请假啊。虽然说它是一个自动词，我们讲自动词前面用嘎，但是这个要注意一下，标注一下，它前面用的是哦，它是一个特殊的。它前面要用 o， 它表示的第二个意思，请假的时候，那比如说我向公司请假，我跟公司请假啊，卡伊夏欧雅斯米亚斯就可以，或者说我向学校请假，卡科欧雅斯米，卡科欧。虽然说它是个自动词，它前面要用 o， 这里的 o 的用法呢，稍微记一下，它是离开的场所，它的含义是离开的场所用 o， 就是说我向公司请假，是不是我离开公司这个地方，我今天一天都要离开这个公司这个地方，所以呢就它的用就是含义就是 all 在这里不是组成动宾词组，而是离开的场所，这个呢是我们学的助词 all 的第二个用法。第一个用法是动宾是吧，动宾词组啊，很简单的，这个很多了，比如说吃饭，ご飯を食べます。ご飯を食べます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今天学的这个离开的场所啊，离开的场所就是这个了。学校を出ます。请假。这个就是离开的场所，这里的 O 的用法就是离开的场所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那就是 o 表示离开场所的这个动词，除了雅思咪，还有别的吗？有，后面有很多，特别多。啊、后面都会讲到。好的。好，这个稍微记一下啊。好，那么再回来啊，看后面的单词。下一个，这个苹果名词 lingo， 它有汉字写作麟琴，但是这个汉字很少出现，因为太难写了，所以他们都打上面这个平假名或者是片假名也有。片假名也有，汉字出现的很少很少，林沟，苹果。下一个是橘子是 mikan， mikan 的话，这个片假名也有，也会出现，
写作蜜柑。蜜柑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是在超市里会比较见，平时写的话还是写假名为主。然后呢，橘子的话，然后还有一个橙子，橙子就是那个 orange 这个 orange 的话，首先它是一个二调音，然后呢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表示橙色，另一个表示橙子，这个和英语是一样的。嗯，就是外来语。对， orange 橘子和橙子。嗯，然后柠檬有学吗？学了是吧？柠檬，柠檬，好像柠檬没学，没学吗？好像没，它是一个那个外来词，也是外来语，外来词，柠檬，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啊，三明治啊。桑多一起也是外来语。 sandwich 英语 sandwich。 好，再往下一个咖喱饭。咖喱拉伊斯。咖喱拉伊斯。那经常这个拉伊斯是省略掉的，直接说咖喱也是可以的，今晚吃什么咖喱就可以了，一般不会说的那么全。那这个 rice 就是英语过来的，是吧？ rice 的话它表示米饭嘛。那在日语当中还有一个表示米饭就是 gohan。 gohan 呢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饭，另一个是米饭。饭的话就是啊早饭晚饭吃饭的饭，另一个是米饭。那我们之前学了一个是请给我什么什么东西，请给我什么什么东西，这样的一个语法还有记得吗？okudasai 是吧？okudasai 是吧？ okudasai 请给我什么什么，前面用的是名词。它的翻译是请给我什么什么东西。那在饭店里经常会说 gohan o kudasai， 这个就是请给我米饭。也可以说 rice o kudasai 都可以。好，再往下一个冰激凌啊，ice cream 这个也是英语过来的。那经常的话会把 cream 给去掉，直接说 ice 是冰嘛。ice 吃冰，也就是吃冰激凌。那么它的冰还有另外一个词了，要是说 ice 它不会造成误解是吧？什么啊？冰啊，冰的话，你就说正常的那个冰是 koli。它写，你看一下它的写法啊。你首先看一下写法，是一个水上一个点儿。水上多了一点。这个就是结冰的那个冰。另外一下就是。这个 cream 单独的话它就是那个奶油。它可以单独的话，首先它第一个就是它原来的意思奶油了。第二个的话它可以表示那个颜色，就是奶白色的衣服什么的，就是形容衣服的时候会说的 cream。最后一个的话它是面霜，说那个面霜的时候会说它是 cream。 老师呢，它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形容词？只能名词，名词只能做名词哈。那我如果说奶油色的，那我要加一个 no 了是吧？
奶油色的衣服。啊，我那个 kulim 它是名词，是不是要加一个 no 再加衣服？如果你就说是，直接是 kulim no 就可以了。衣服的话，一般就是用那个 no 是代替已知名词，就代替掉了。哦，对对。如果你加上个 kulim 衣服的话，也不算错。但是习惯用法的话，直接就 kulim no。 你要什么颜色的？我要奶油色的。好的。好，再往下一个 kite 的话，写作切手邮票。切手邮票，那它经常和另一个之前学过的，铁大咪，那不是，那是信。是什么 ？kipu 低调音票。对，票写作 kipu 是写作切符，它是切符，它是。各种票、车票之类的。然后下一个明信片，明信片哈嘎基，它的汉字这样写，但是很少出现，一般不会出现汉字啊，直接写哈嘎基。然后写他的那个片假名的也有。片假名是这样子的 ，hagaki， 这两种形式用的比较多。然后再往下一个，这个写作封筒是信封的意思。这两个屋都是长音啊，夫托夫托封筒，信封的意思。日本现在还寄那个寄信、寄明信片，而且很频繁，所以这些词儿的话，在他们那儿就是用的比较多，咱们国内就不大寄信了。好，然后再往下一个廖姓，廖姓是父母。那看一下这个写作两亲，这个两的写法，两的写法，两亲就是我的父母。然后呢，它就等于这个偶压，偶压写作亲，一个亲的时候读偶压，偶压也是代表父母的意思。这个是不是用的时候都是说自己父母的？也可以说别人，也可以说对方。你父母现在在哪里呀？那要不那这个前面还要不要再加那个什么欧啊、高啊之类的？这个的话，这个六星前面加的是高啊，你父母怎么怎么样？这个前面加的是高，这个好大，这个前面加的高。然后偶压的话，偶压的话一般不用于对方父母。如果你国名，国什么意思啊？国廖姓，国什么意思？国的话就是一个尊敬的意思，就你的父母是不是啊？对，尊敬的意思，不是指我的父母，是指你的父母是不是啊？对，对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尊敬。就是说这个首先是 O 和 GO， O 和 GO 的话它有两种用法。第一个用法呢是表示一个习惯，它就是习惯用语，习惯用法吧，习惯用法或者是美化的一个作用。那我们经常用的是 O KANE， 习惯用法就是在钱的前面加上一个 O， 或者是 O SAKE 酒啊，或者是哦，
拖衣嘞，洗手间。嗯，还有什么 o 的用法？很多 o 加啊，这些都是加 o。习惯用法，高的习惯用法有什么呢？高行。嗯，目前学到的高的用法好像就这一个。第二个呢是表示的是尊敬。尊敬的话，比如说刚刚的狗六心，或者是哦的话有 ogenki。 哦，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西沟托，您的工作是什么？是吧？我谈交笔。啊，我谈交笔。啊，您的生日是哪一天？啊，高的话，高六星，还有高什么？高的话，高修锦。啊，高修锦，对，你的老公是吧？嗯。那我们主要是看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特别多啊，自己总结一下也可以。那我们主要看一下 o 和 go 的，什么时候用 o， 什么时候用 go 啊？用 o 的话，基本上是和语，就是和制汉字啊。那你怎么理解呢？和语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嘛，和制汉字就是日本人自己造的词。啊，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字的，一个汉字的，或者是，假名的，带假名的，假名词，这些都是和制汉字。第二个用高的话，基本上是汉字词，汉字词的话就是像这种，这些，就两个汉字的。两个汉字的这种基本上用的是高，但是有也有几个特殊的啊，主要是记一下特殊的。第一个是哦，登蛙，你的电话是几号？哦，登蛙，或者是哦，家妈，哦，家妈是写作邪魔啊，它的发音是假妈，它的用法就是它的翻译就是那个。打扰是吧？打扰了。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哦加妈西妈西他，哦加妈西妈，哦哦加妈西妈斯吧，哦加妈西妈斯，或者是哦加妈西妈西他，就是说打扰你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它就等于什么呢？すみません。或者是すみませんでした，它就等于すみません或者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。那上面这个它肯定是比下面这个要礼貌了，打扰一下或者是打扰了。我家妈是妈是个，我家妈是妈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是过去式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妈是现在是，是妈是它是过去式。对，老师，那个和语的读法是怎么读啊？和语啊，他不是，他没有读法，不是，我说和语那个日语怎么读这两个字？这个是中文啊，这是中文啊，不是日语啊。哦、我以为是日语呢、我说怎么读啊、这是中文，就是帮助你怎么区分什么时候加 o、什么时候加 go、就一般来说就是中国就是中文吧，中文里面没有的字儿，或者是词儿，或者是假名，这些你前面就讲。或者是一个的汉字，一个汉字的加 o，
中文当中有的你就加go。他这个是不是他很少加到那个外来语前面？我光看见你这个 o t o i l e 这个有，一般情况下很少在外来语前面加这个词吧？啊，对，很少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，这两个词就是不用在，就是不用在不好的事情当中。嗯，比如说地震、海啸这些，前面肯定不能加。嗯，这也没啥规律，就死记了。对，其实就用习惯了就知道了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回这个单词。好，这个是第一页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页一起来读一下吧。从第一个开始啊。い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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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い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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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子供がい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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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日本にい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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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かかり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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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かか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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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お金がかかり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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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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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休み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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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休む。休む。休む。リン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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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みか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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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サンドイッ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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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カレーライ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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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カラ。カレーライス。嗯，カレーライス。カレーライス。不好意思，这打错了，カレー。カレー、カレーライス。カレーライス。咖喱 rice 咖喱啊，这是打错了，这是个，然后 lei 是个长音。啊，下面 ice cream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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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itt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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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gaki， hagaki。はがき、はがき、封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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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ご両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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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的下一页单词啊。第一个兄弟，兄弟，然后是兄弟。鼻调音 Q 带，看一下，主要是看一下它的含义，它是兄弟姐妹的意思。中文的兄弟只指男的，日语的兄弟是男女都指的兄弟姐妹。然后还有一个词的话是，还有一个词是 C
姨妈姨，姨妈姨，姨妈姨写作姊妹。西玛以写作姊妹，那这个词呢就只指女的。哦，这个姊妹呢它就是姊妹的意思。嗯，然后下一个兄阿尼啊，自己的哥哥阿尼阿尼，嗯，下一个别人的哥哥欧尼桑，后面这个一是个长音欧尼桑，然后姐姐啊，自己的姐姐是阿内阿内，然后别人的姐姐是欧内桑。然后呢也有人叫自己的姐姐直接叫内桑，就是把前面这个 O 去掉叫内桑也可以，叫自己的哥哥叫逆桑也可以。然后下一个弟弟是弟弟，看一下他是 O 托托哦托托，这个乌是个长音，哦托托，哦托托，弟弟，然后别人的弟弟就是哦托托桑，哦托托桑，嗯，哦托托桑，然后自己的妹妹是伊摩托，伊摩托，这个乌也是长音，伊摩托。然后别人的妹妹是 imoto san， imoto san， 然后下一个这个外国是 gai gai koku gai koku， 要注意一下这个国它现在就不读苦尼了。嘎伊库库，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，嘎伊库库进，外国人是进，嘎伊库库进，外国语的话就是外语，嘎伊库库，嘎伊库库库外语。然后下一个留学生啊，留学生，学生是学生，然后前面加上一个留，留学生，留学生。那如果把生去掉，就是留学了。留学生。啊，留学生，留学，留学的话是一个名词，你可以加上死路是变成了动词。那我去日本留学就变成了日本日本喂留学生、嗯、是吧，留学生。日本へ留学する，去日本留学。下一个班级クラス，クラス，嗯，同班同学是クラス妹，是クラス妹头。首先，它这是个长音クラス妹头，这个是比较常用的用法，也有这种写法。クラス妹一头，妹クラス妹一头也可以，嗯，两种用法都有。嗯，再往下一个是全部で，全部，这里全部で，首先它的翻译是一共或者是合计，
嗯，就是说这里的 day 的用法呢，就是数量的合计。数量的合计的一个用法，嗯，你可以把它补充到动助词 day 的用法当中，它是一个 day 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用法，但是它也属于助词的用法。比如说买了四个苹果一共多少钱，你就可以说啊，这个 全部啊，全部就是说你买这么些东西一共是1000日元。那他这个全部带就是在这当做一个整体看了啊。嗯，老师，那个 emote， 那个 emote 前面那个不加那个 o 啊，就是别人的妹妹，这只是说 emote son， 不说 all emote son， 因为前面几个说别人的时候前面加个 o 的，不用，这个不用加啊，嗯好，嗯。嗯，然后再往下一个啊 ，mina， 然后它的翻译是全部或者是大家，全部或者是大家。那比如说，大家。首先看一下啊，这里的 mina 它是一个这个副词的用法，它是一个副词用法。比如说大家都是这个美国人，你就可以说 mina 美国人是 America Americans大家都是美国人，或者说全部都是美国人。这里头是一个那个副词的用法。那我们之前经常会口语当中说 “mina sang mina sang” 是吧？这个的话是一个就是大家，对，它的翻译也是，哦 ，mina sang， 啊，它的用法呢，其实它的翻译也是大家，但是它就不是那个副词啦，就把它当成一个。称呼大家的一个名词，大家好是吧？米娜桑或者是米娜桑也是可以的。它写作接的话就是米娜桑。哦，就是它正常的就是最怎么说正式的说法是米娜桑，但是在口语当中经常会加上一个嗯，就变成了米娜桑。就是在说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大家越说，可能就口语化了，因为语言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进化当中嘛，然后就变成了 mina sang。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一个星期两次？一次太少了，能不能增加一次啊？嗯，你这个跟就是主席就是商量一下吧，因为有的同学觉得两次太多了。可以一次放到星期，一个次放到星期五两次嘛？嗯，这个就是和主席去商量一下吧，因为这个也不，我这边也不好协调，就是他让我啥时候上，啥时候上。以前就是两次，以前就是两次，后头可能有的同学说跟不上，太快了，所以才变成一次的。嗯，再恢复两次行不行的？嗯，那你就跟主席商量嘛。主席要问你也同意不同意，主要问你同意不同意。
哦，那这个的话，我们那个课下吧，课下我再跟他就是商量一下。嗯，一次放到星期五，一次放到星期一，八点到九点，那太好了。嗯，那我再跟主席商量一下吧。好。你说什么呀？你那个你说讲什么呀？什么事啊？哦，就是他们有的同学是想要一个星期两次。那我们先把单词讲完啊，这个还剩几个了，所以先讲讲完啊。第一个这个打开，打开它的翻译是指，只有。那它前面的话一般是加名词啊，名词或者是这个数量词，数量词，然后加打开。这个打开呢是一个小的语法啊，在这个课文当中会讲到，语法当中会讲到。后面语法中会单独讲这个，然后下一个这个是卡西库马里马斯塔，卡西库马里马斯塔呢，知道了，明白了，它就是这个，我卡里马斯塔，它俩是一个意思，只不过这个是礼貌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是敬语，这个是敬语，这个是平常用语，那这个敬语呢的话，经常是在。服务业当中用，我是服务员的时候，我会用卡西コマリマスタ，或者是我跟我的上级或者是我的老师的时候会用，但是最多还是服务业用的比较多。另外一个呢，嗯，还有一个知道了、明白了，经常会用的是这个了解です。了解啊，了解，了解啊，了解です。了解，我了解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这个也常怎么后面有课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没有课，后边没有课。没有课，我把这一块儿，就是还剩几个单词给他讲完吧。没有图片，没单词，没图片。嗯，没事。这样能看到吗？现在能看到。好嘞。哦，好嘞。还有几个单词啊？下一个是，这个是。这两个是这个叫什么寒暄用语，日常中经常会说的。第一个是伊泰拉夏伊，伊泰拉夏伊，走好。下一个伊泰基马斯，我要走了，或者是我要出门了，都会说，就是我要走的时候我就说伊泰基马斯。经常就是，白天丈夫出门上班的时候说伊泰基马斯，我走了，然后妻子就说伊泰拉夏伊，请走好。就是一个打招呼的一个用法吧。有的时候呢，他们在很小的地方也会用到。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去洗手间上厕所的话，我也会说いってきます，然后对方就说いってらっしゃい，请你走好。就是经常会用到，他们比较礼貌嘛。老师，您刚才提到说他上卫生间也这样说。对，上卫生间的时候也会说，也会这样说。哎呀，那有什么走不好的呢？反正就是很礼貌嘛，就是这样习惯了。然后、这个是对，这个一个是我走了，另一个对方就要说，只要对方一说 itekimasu， 你马上就要说 itelashai。啊，你如果不说的话，你对方会觉得你就是没有礼貌，或者是他们也很不习惯，就是一个很正常的。像中国那什么样，你走啊，好慢走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想可能是不是就这意思，差不多。 嗯， 那他们回来的时候、下班回家的时候会说ただいま，ただいま，我回来了，他的翻译是我回来了。ただいま，我回来了，然后那对方就要说おかえりなさい，おかえりなさい，欢迎回来。哦，欢迎回来、每天都会说的。那你关系比较好的话，
就那啥也可以省略，然后 okaeri 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对，嗯，就是只要你一回到家，你不管家里有人还是没人，都会说ただいま。ただいま。有人的话就回答 okaeri nasai， 没人的话你就当做我跟我的房间说我回来了。嗯，ただいま。那你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也会说ただいま。嗯，或者是说我去啊买个什么什么东西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然后买完了回来了也说ただいま。嗯，反正不管从哪来从哪去都是这么说。嗯，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平游海运啊，船便船便，嗯，船便啊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。下一个是航运是空港便，空港便。嗯，航空便，航空便。然后它的另一个说法是 air mail。 哦，那是外来语。嗯嗯，航运 air mail。 嗯，空空便，这个是邮寄的方法。然后下一个是澳大利亚 Australia。 Australia。 嗯，了解。好，那大家看一下单词啊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平游为什么和海运在一起呢？啊，平游和海运，就是海运是那种最便宜的，它就是船便，那就是快件，就是航空便了呗。啊，对，快件是航空便，然后普通的就是海运，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是英文的，是 SALA， 好像是这个啊，但是这个就是它没有日语的表示，它就是用英文表示。它一共有三种运的方法。那我就说那意思，平邮它有的时候不需要用海运呢，比如说从你们青岛，比如说寄到北京，它根本就不需要海运，它怎么和海运会相关联呢？哦，这三个的话它是就是国际运输的时候用的，然后包括我说的这个也是国际运输。嗯，萨拉，这是日语吗？表达我查一下啊，它有一种运的方法也是国际运输啊，只用英文表示，它没有日语，它就是没有日语，只用英文表示。在我印象当中是这个，因为我没有记过这个，所以我这个的话就是说是在航空和船运中间的一个档次，就是价位啊，我说的是价位。嗯，和时间。对，但是我印象中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样写法的。这个这都是名词吧？啊，都是名词。我觉得那他用动词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后面要跟不同的动词，还是运输他都用一个？用 demo 方式、方法、手段、工具嘛？哦，对，知道了。嗯。然后你就说他那个国内的运法的话，基本上是这个，哎，速达。快递，它像快递吗？对，就是速达。老师是手库大词吗？手库他词，他词哈，不是在俩点的那个。嗯，或者是直接说邮便，邮便就比上面那个慢。嗯。邮便、船便、航空便，嗯，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宅急送了。宅急送他们其实他们用宅急送比较多。叫什么？宅急送，他 Q 便。宅急送，他 Q 便。那哦，他 Q 便，他 Q 便，嗯，这个，哦。宅急便用的，他们其实用这个最多了。他哪个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快递？快
快递啊，他酷毕竟是会计是不是啊？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就是哎，翻译成国内的用法其实就是快递。嗯。嗯。然后中国其实。日本邮中国的话用的是 EMS 用的比较多。EMS 这边也用 UPS EMS。嗯。嗯对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就是还没有定这周五是不是还有加课是吧？嗯。